孩子，你在哪儿都是家。现在都是围着孩子转的，他围着哪儿都是家。累了，你说我困了。自从安然满月后，一家人就一直在各大医院奔波，连一张像样的合影都没有。手术前，记者特意为小安然一家拍了一张全家福。安然，来，三二一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还没那么害怕，因为是他要给我，我还是比较担心他，他不好。都上我家里，那你先回去。可以了，那我进来吧，放心吧。行，回去。这时间都能看得见哈，这是动脉都挺好啊，这是血流都很好，好吧。他终于有一个好肝了，哎，谢谢大家。蔡金珍主任还给夏艳霜看了一段宋红磊在 ICU 病房里的视频。孩子好，这是孩子相当好啊，院长说的。看看孩子吗？孩子在你隔壁呢，啊，好吧，别着急啊。别让我上火没事啊，别让我爱上火没事。行晚上就觉得重生了，我觉得好了。我们一起加油吧，以后的生活一定很好。半年之后，小安然一家再次来到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进行复查，而这一天正是小安然一岁生日。晚上好，妹儿啊！来，再猜哈，一二三，哪个？啊，这个呀，宝贝儿，来，哪一个？决定的石子。石子。从来没有后悔过啊，就是哪怕真的是当时吧，就觉得如果这两天没了，我们俩就已经不后悔了。如果要是不做的话，很好；做的话就不后悔了。